最有利标评选办法，修正日期民国97年02月15日 MP3 录制者露天拍卖 Aaron 7986第一条，本办法依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本法第56条第四项规定订定之第二条删除。第三条，本办法所称总满分指招标文件所列各评选项目满分之合计总分数。本办法所称总评分指采购评选委员会以下简称评选委员会依招标文件所列评选项目之配分评审厂商投标文件和给各评选项目之得分，再将各项得分合计后之分数。本办法所称序位指评选委员会依招标文件所列评比项目之重要性或权重评审厂商投标文件后所核给之序位。第四条，机关采最有利标决标者除法令另有规定者外，应于招标文件载明下列事项：一、以合于招标文件规定之最有利标为得标厂商；二、评选项目及评审标准其有此项者亦应载明；三、评定最有利标之方式；四、投标文件经审查合于招标文件规定者使得未协商及评选之对象；五、的采行协商措施者协商时的更改之项目；六、有应予淘汰或不予评比之情形者其情形；七、投标文件有依评选项目分别标示及编页之必要者其情形；八、其他必要事项。第五条，最有利标之评选项目及子项的就下列事项则定之：一、技术，如技术规格性能专业或技术人力专业能力，如其履约能力技术可行性设备资源训练能力维修能力施工方法经济性标准化轻薄短小程度使用环境需求环境保护程度景观维护文化保存自然生态保育考量弱势使用者之需要计划之完整性或对本采购之了解程度等。二、品质，如品质管制能力检验测试方法侦错率操作容易度维修容易度精密度安全性稳定性可靠度美观使用舒适度故障率耐用性耐久性或使用寿命等。三、功能，如产能便利性多样性扩充性相容性前瞻性或特殊效能等。四、管理，如组织架构人员素质及组成工作界面处理骑乘管理履约所需采购作业管理工地管理安全卫生管理安全维护会计制度财务状况财务管理计划管理能力或分包计划等。五、商业条款，如履约期限付款条件厂商承诺给付机关情形维修服务时间售后服务保固期货文件备至等。六、过去履约绩效，如履约记录经验时机法令之遵守使用者评价如其履约效率履约成本控制记录劳固关系或人为灾害事故等情形。七、价格，如总标价及其组成之正确性完整性合理性超预算或超底价情形折让履约成本控制方式后续使用或营运成本维修成本残值报废处理费用或成本效益等。八、财务计划，如本法第99条开放厂商投资兴建营运案件之营运收支预估资金筹措计划分年现金流量或投资效益分析等。九、其他与采购之功能或效益相关之事项。第六条，机关应依下列规定择定前条之评选项目及子项：一、与采购目的有关；二、与决定最有利标之目的有关；三、与分辨厂商差异有关；四、明确合理即可行；五、不重复择定子项。机关订定评选项目子项及其评审标准不得以有利或不利于特定厂商为目的。第七条，机关订定评选项目及子项之配分或权重应能适当反映该项目或子项之重要性。第八条，机关办理评选对于评选项目及子项之计分
应符合下列规定，其定有计分基准者，应载明于招标文件。一、依差异情形区分集聚计分者，每一计分集聚所代表之差异应明确。二、依厂商优劣情形计分者，优劣差异与计分高低应有合理之比例。三、计分应具客观性，不得与采购目的无关，并不得以部分或全部投标厂商之投标文件内容为计分基准。机关订定评选项目及子项之序位评比方式，准用前项规定。第九条，招标文件未定明固定费用或费率，而有厂商于投标文件载明标价者，应规定厂商于投标文件内详列报价内容，并纳入评选。招标文件已定明固定费用或费率者，仍得规定厂商于投标文件内详列组成该费用或费率之内容，并纳入评选。第十条，评选最有利标，为利评选委员对厂商于各评选项目之表现未更深入之了解，得辅以厂商简报及现场询答。前项厂商简报及现场询答，应与评选项目有关，其列为评选项目者，所占配分或权重不得逾 20%。 第一项简报不得更改厂商投标文件内容，厂商另外提出变更或补充资料者，该资料应不纳入评选。投标厂商未出席简报及现场询答者，不影响其投标文件之有效性。第十一条，机关评定最有利标，应依下列方式之一办理，并载明于招标文件：一、总评分法；二、评分单价法；三、序位法；四、其他经主管机关认定之方式。前项评定方式，其分阶段办理评选及淘汰不合格厂商者，不得就分数或权重较低之阶段先行评选，并以二阶段为原则。第十二条，采总评分法评定最有利标者，应依下列方式之一办理，并载明于招标文件：一、价格纳入评分，以总评分最高，且经机关首长或评选委员会过半数之决定者为最有利标；二、价格不纳入评分，综合考量厂商之总评分及价格，以整体表现经机关首长或评选委员会过半数决定最优者为最有利标；三、依招标文件载明之固定价格给付，以总评分最高，且经机关首长或评选委员会过半数之决定者为最有利标。第十三条，采评分单价法评定最有利标者，价格不纳入评分，以价格与总评。